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要回到这个地方了。对，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已经18天了，终于我们要搬走了。对，我很想用鬼屋来形容它，可是要用鬼屋又有一点太这个狠。我刚刚已经搬了一批东西了，我们现在要搬我们的第二批东西。这种东西都是烂烂的啊！你看它的这个，算了，我不想 room tour 了，我现在只想赶快离开这边，拜拜，以后不会再见了，以后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人生总是有第一次。所以我们现在搬离这个 Monterey Park， 因为这次来 Monterey Park 就说真的不像，真的不像以前一样。以前我爸妈的咖啡厅 Sugar Sugar 就开在 Monterey Park， 对，可是当然现在那边完全 is not happening， 就是也不热闹，而且我觉得可能也刚刚好，因为这个 COVID 的关系啦，这个疫情的关系，很多的餐厅其实你都感觉上它好像到底有没有在营业啊，你开过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都是黑黑的暗暗的。对，可是当然每一天，我们现在来到这边，这是我们的第18天。为什么我会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我18天之后就要搬离这个地方了，狼人杀之屋，搬离，然后要去 Pasadena。 Pasadena 当然也是一个我很熟悉的地方，因为我住在 Pasadena 的时候，我就做了2张专辑吧，应该这样讲。前面2张专辑是住在附近，住在 San Gabriel， 对，我上次还经过那个房子，带了 Penny 然后去拍照，然后他就说为什么我们要在一个好像看起来很普通的一个房子前面拍照，我说因为这就是做第一张专辑还有第二张专辑的房子跟录音室，因为这里面还有那个时候房子已经把我改装成录音室了。大家好，我今天这个刚刚稍微去打扮了一下，头发还是有点乱，所以戴了个帽子。所以我们今天终于搬到了这个 Pasadena。对，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住在这个有一个叫 Townhouse。谢谢你，邦比，谢谢你给爸爸的叶子。你头发今天好难看。So anyway， 在这边开始呢，我们现在当然我们还没有克服我们的其他的这个障碍，那就是我们的做音乐的录音室，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我们适合的录音室。之前我们找到了一家录音室觉得不错，结果呢当天要去看的时候呢，录音室的这个主人跟我讲他中奖了。反正呢我们就本来预约了要去看他的录音室，因为我们觉得那家录音室其实就在这个附近，终于约到了呢，他就跟我们讲说 David I'm sorry， 可是我今天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感冒的感觉。然后我就想说啊，感冒那没什么嘛。他就说，下午让我去做一下核酸检测。他就真的下午他就去做了核酸检测。傍晚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是阳性。对，那个录音室我们就不能去了。那我们现在就也看了很多的其他的录音室，可是都没有找到适合的，要不然就是很远，要不然就是像鬼屋一样很可怕。那我们现在呢就会在这个 townhouse 里面呢设一个小的一个工作空间啦，这样说。那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到大的录音室去录音了。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子了。okay.Yeah, I think we're okay. Yeah, I think we're gonna be good. Cool. Lock and load.